你摘取我植入，心脏移植就像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接力赛，需要团队合作，一个比较困难度高的一个医疗服务项目，大家都愿意共同来为更好的医疗来服务。舍身菩萨献大爱，团队医疗用专业延续生命。你的整个医疗团队让我们有很安心的感觉，我觉得他应该善用他这一次的生命。志伟仁医守护爱，带您了解心脏移植团队如何让患者重获新生。